你觉得我喜欢陆向心？你不喜欢陆向心？我为什么喜欢他？那你喜欢谁？啊，我是觉得他那么好，你都不喜欢他。他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？因为我觉得喜欢他的人太多了，不差我一个。但喜欢林子明的人就差我一个。青春期的少年就是捉摸不透我。那你摸摸看能不能摸到。胸肌让我比还差了点，回去好好练练吧，啊。走吧，回家吧。